我给大家介绍一些东北菜啊。虽然现在这个是黑龙江漠河，但是东北菜、东三省这个菜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，大概还是知道的。比如说这个，应该是猪耳朵，然后牛腱子，这是什么肉我不知道啊。这个是东北的一大特色，蘸酱菜，各种这个水萝卜呀，啊，黄瓜呀，生菜呀，这叫什么菜我叫不上，但我们一般吃那个野菜、山野菜那特好，蘸上酱，炒着鸡蛋酱吃了。这大饼子啊，玉米面大饼子特别健康。以前呢，可能我父母那辈儿他们是这个家里条件不好的老吃这个，现在是家里条件好的老吃这个啊。大饼子，这个我叫不上名，我不知道什么，这是鸡块啊。这个就普通的这个蛋花汤，蛋花汤里边撒的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葱花啥？啊，真香！也是个菜和鸡蛋花的汤。这就豆腐吧，东北最基础的炖豆腐，谁都会做，你就是随便喊个人就会做。一顿晚餐就这么着，开始。嗯，吃完了，哥哥。嗯。